江苏卫视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汤飞。迎新年奋发兔强，新年新气象，兔年新期盼，祝福大家幸福安康，兔年前兔似锦。1月22日大年初一19:30，我在幸福合家欢2023江苏卫视春晚和你一起热闹欢腾过大年，祝福大家元气满满，兔年交好运。